家好，我是陈言语。我买了这些盲盒笔，还有咕卡，还有这个可以吹的。我们先拆盲盒笔好吗？我先拆粉红色好了。这里都有写号码，然后这里是123，然后这里456。好，我们开始哦。你们先想你们选的数字。我要开始咯。这什么笔呢？一号笔。耶，中奖咯。好，我开紫色的盲盒笔。好，我要倒出来咯。这什么东西呀？等一下再跟你们说吧。这四号笔，好，这什么东西掉出来一个东西？小麻薯，再来一盒。哇，我中奖了呢！中奖了。他的意思就是再来一盒盲盒，就是再来一个麻薯盲盒，耶，中奖了！好，这后面的话我等一下再开哦。好了，这个的话我们下次开好吗？拜拜。